据国家发改委消息，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已于今天零时开启。全国平均来看，92号汽油每升下调0.24元，95号汽油每升下调0.25元，0号柴油每升下调0.25元。以油箱容量在50升的家用轿车为例，加满一箱92号汽油约少花12元。